我的天哪，半夜千万不要偷偷玩这个美人画皮的小游戏，也千万别好奇的帮里面死去的美人画上美丽的妆容。当你一旦为她画好妆，穿上旗袍，她的眼睛就会流出黑色的眼泪，还会朝你神秘的咧嘴微笑，真的太可怕了。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种小游戏呢，而且这里面的美人竟然已经死了，死人化妆，有点吓人啊！这又会是哪个小可爱给我推荐的视频啊？怎么之前尝试过那么多恐怖的关卡，我还没见过美人画皮这一关呢？我们打开游戏来看看有没有这一关。哇！小姐姐们看见没？还真有一个关卡叫美人画皮呢，不过都锁住了。所以咱们是不是应该先玩一个已有的关卡？关卡，来吧，让我看看现在有什么关卡可以玩。这一关是解锁了的，它竟然叫雌雄双塔。我也是听说这铲子也分雌雄，你快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啊，光敏性癫痫警告深入啊！啥叫光敏性癫痫啊？算了算了，不管了。哦，果然是两个铲子，看起来很脏啊。啊，这上面怎么都是毛发呀、啊？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两铲子看起来好恶心啊！咱们再来把上面的毛发给粘掉。我拿高压水枪冲一冲，这渗出黑色的液体了，我好像都闻到臭味了，用洗洁精喷一喷，用水土清洁仪器来清洁一下。哇，这也太脏了吧，都是黑色的浆糊啊，我把这些黑泥刮掉。这下看着舒服多了。啊，不是吧，怎么又渗出了黑水了？继续用高压水枪冲一冲。我天，这两个铲子到底是有多脏呀，都洗了好多遍了，怎么都洗不干净啊。不过颜色好像变浅一点了，看来啊马上就要清洗干净了，继续冲。下一个是洗洁精。哎呀妈呀，这都已经是第三遍了，看来的泥水也变浅一点了，他们给刷掉，再用刷子深度清洁一下，来把这些泥浆给刮掉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看见这毯子上有两个人的形状啊，看来它本来的花纹就快露出来了，咱们继续休息。看看洗出来的水就没有那么脏了，看来我们马上就能知道毯子上的花纹是什么样的了。滚地上。啊，不是吧，这是什么鬼？我已经犯不解锁了，它竟然是一只簪子，点进去。啊，果然有恐怖刺激场景警告，看来这美人画皮确实比咱们想象中要恐怖啊。来吧，就让各个伙伴小伙伴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这个女人怎么一点精神都没啊，身上也不大王，我们帮她把头发给竖起来。啊，她脑袋上还有伤呢，用粉布帮她铺一铺。黑色变得均匀多了，这眉毛也太乱了，来帮她刮一刮。没有眉毛真的很搞笑啊，咱们把眉毛给画上吧，画一个细细的眉毛，眼睛太没神了，咱给它戴上美瞳，这样就有神多了。来画个眼影，画的是比较古风的眼影，把眼线给描一下，一个细长的眼线就画好了，戴上假睫毛，哇，眼睛扩大了很多啊。来点鼻影，瞬间有氛围感了，打点腮红，有气色多了，不过这嘴唇的颜色有点恐怖啊，咱们来帮他盖一点唇色，瘦脸贴。好吧，咱们来给这个死掉的小姐姐瘦瘦脸。哦，脸果然变小了，美丽的假发出现了，帮他戴上假发。啊，旗袍出现了，再帮他穿上旗袍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啊，有点害怕呀。啊，不是吧，这竟然是镜子，脸上怎么这么空洞，还流着黑色的眼泪。等一下，突然发现他好像红蝶啊，怎么跟红蝶的十三娘装扮那么像啊？不是吧，小伙伴们，为什么镜子